联系工厂做第一批货的人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Please. 他在忙吗？哎，老大，我们被封号了。什么情况？因为咱们卖的太快了，所以被判断为账号异常，已经被封禁了。哎，不对啊，预售显示3000件，哪里显示被封了？怎么？庆祝咱们的工作室进入电商时代的新纪元，而且销量突破了3000件。我和楠楠斥巨资准备了这个庆祝仪式。嗯，一共5.8块。你们两个是要干嘛？你说咱们要是按照这个速度的话，年终大促的时候会卖出去多少件啊？这个我也没有经验，大概10000件。我统计了一下第一天的预售数据和最终的销售数据的关联情况，我的预测是13000件到15000件。哇，天哪！那这样咱们得赚多少钱啊？楠楠，计算器给我。哎，要什么计算器啊？应该200万。200万？咱们3年也挣不到这么多吧？以目前的情况是5年。刨去物流、人工、物料。还有包装等等，差不多一件衣服我们可以净赚60块。那这样算起来也有100多万呢。楠楠，我没算错吧？嗯，你没算错。我竟然都会算数了。不过楠楠，你快扶着我，我有点晕。所以我说嘛，下一次庆祝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搞点高级的，起码有个18层蛋糕或者是小米塔之类的。老板，你可要给我们涨工资才行啊。放心，等这批货卖出去以后我就给你涨工资。放心，老板，我们一定会努力的。好了，距离年终大促差不多还有2周的时间，我们要抓紧啊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为了18层蛋糕拼了，为了200万拼了拼了。